我们用这个果冻蓝釉的一号色啊，给它做点，就是你就随意的去涂就行，做点这种色块，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种透色的，所以是比较好涂的。我们在这个色块涂完了之后，可以用那个小笔把边缘给它轻带一下，它那个效果就会更自然，就是不要给它去全涂就可以了。我们用这个笔刷把这个边缘的位置给它过渡一下，轻拍就行了。这样的话给它重复上色两遍到三遍，看一下效果。这个是我重复上色两遍的啊，然后我们用点珠笔在这个指甲，你就随意什么位置去给它点个云朵啊。